Hi guys, it's Jessie and Lee. So today we're gonna watch the movie The Farewell for the first time. Let's get started. 很多中国的公司哎。露露啊。那中文名叫别告诉他。嗯。Don't tell her. 喂。奶奶。嗨。Billy 啊。大半夜的咋还不睡啊，东北口音啊。你在中国是早晨七点对吗？都快七点半了。早上七点。那边等吗？穿的。我靠，有人早上七点打给我，可能会把他拉黑。不用担心我奶奶。哎，阿瓜菲娜的中文还可以耶。你在哪儿啊？啊，我在你小姨奶家呢。他骗他了，他在医院。No, and she says, how can you tell me so abruptly like this? You have to ease me into bad news, like, Honey, the cat. 马太他在 Rush Hour 里面有的哈。又是他。对，我上次看那个 Arrival 里面也有他。奶奶。Billy 啊，你看这事整的早晨，把电话挂断了。没问题，没问题。怎么回事？他们外国人说 it's okay 说中文的时候很喜欢说没问题，我们中国人一般会说没关系或者是没事儿。I need to go. Everyone thinks better if you don't. Look at you. You can't hide your emotions. If you go, 奶奶will find out right away. Emotions. 他应该是跟奶奶从小一起长大的，你看他中文的听力，然后他中文讲的也蛮好的，然后他知道他奶奶得了癌症，他这么伤心。他肯定是从小跟奶奶一块长大的。他就拉着他打车，很真实啊。嗯。这是中国哪个城市啊？他奶奶是东北口音的，应该是东北哦。谁呀？是我 Billy。谁？李爷爷。这个老头应该是他后来嫁的哦。对啊。因为他叫他李爷爷，没有叫他爷爷。对啊。Billy。哎。Billy 回来了。你这个傻孩子啊。嘿，他没跟他爸爸妈妈一起来啊，他单独来的。他爸妈不是说不让他来吗？他真的情绪全部写在脸上的，一脸的悲伤。嗯，他妈妈在那好担心啊，好怕他说出来。小圆屁股一点都没变呢。你小的时候啊，奶奶是吧，他们小时候在一块儿。妈，我去吧。不用，你歇着吧，你看看你那脸色一点都不好。嗯，妈，你在家歇着，我到饭店去看看。我得亲自去一趟。他们俩兄弟的口音差很远。他去日本，他去美国嘛，所以他们口音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从小长大的话，的口音是从小就形成的。那是因为这个演员他是美国 ABC 吗？婚礼啊，是个大日子。他们是在拍婚纱照。嗯。你知道西方人是不会提前拍婚纱照的，他们是结婚的时候才新郎才看到新娘第一次穿婚纱。像只有我们中国人提前拍婚纱照，而且会在上面花很多钱。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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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帮了，刚刚。哪里穿帮？刚刚你看这个桌盘一直转，刚刚那特写那个桌盘没有转呢。哎，比利啊，有没有想过搬回国来？现在可多老外都来淘金。他们这些在中国的亲戚都是东北口音的，找的这些演员。在美国要多长时间才能挣上$100,000啊？很长时间。真的假的？在中国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啊。可不呗，生活不只是钱，钱买不了很多东西。这有钱也不碍事儿啊。有钱也可以享受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对吧？这还蛮真实，蛮典型的。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现在好像还看过是不知道是 Ronnie Chan 还是 Jimmy O Yang 的一个脱口秀，他说中国人特别特别看重钱，你看就平常吃饭聊的也是这些，其实是蛮真实的。Yo, Chinese people love money so much, we have a god of money. 哎，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只小鸟，他来中国又有一只小鸟。哦，奶奶，她在英国学习，所以她会说英文，是吗？为什么还要用小指指的？谁呀？她在英国学习，所以她会说英文。下意识的吧。宋大夫，
我想问你，是不是单身？是不是？啊、哦。他奶奶刚刚那个是吗？就是很想介绍他们认识。哼，这是在美国，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不是不可以，不允许。这是 illegal， how do you say illegal？ 违法，在美国是违法的。哦，在美国是违法的，就是你一定要告诉病人他的病情哦。嗯。哦，这我不知道哎。爷爷得癌症的时候，奶奶也是这么瞒着他来着。哦，他爷爷也是得癌症去世的，他才告诉他。那这样就有理由了，既然他自己这样做过。那我之前听说过，就是有人就是很久以前了，80年代就有个人被医生误诊出有癌症嘛，然后他就是被吓死了。那就是医生告诉他了吗？对，但是后来确诊是没有的。其实他没有。对啊。哦。不是心脏病的那种突然吓死，就是可能会闷闷不乐。很恐惧嘛，恐惧死亡。对 啊闷闷不乐。人的本能嘛，他们一开始也说了呀，说杀死你的可能不是癌症，就是恐惧。吉林，车牌是吉林的。你说他俩几乎没有一起回来过。这个李爷爷没什么镜头，他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这替身哈，没拍到他手。嗯。哎，门卡呢？完了。嗯。你看很细节，那日本女生一直在鞠躬。She's sick. She should be resting in a hospital, not stressing about a fake wedding. 我觉得其实忙起来心情会好一点。嗯。就是你要觉得你自己被需要的时候，活下去的欲望会更强。如果一直躺在床上，觉得自己没用了，就没有那么多求生的意志了。니네엄마가왜기분이안좋은지모르겠냐몰라식구들이너무잘있어서엄마가없는데도식구들이너무잘있어서 You know, in here, they even hire some professional criers just to show how sad they are. This is so ridiculous. 真的我你没见过吧嗯你那个这个不如扒了扒了 iPhone 我还有对啊过世的人他要什么你就烧什么给他烧纸就烧钱嘛，请您保佑浩浩和新娘子，祝他们。他们那里是用公墓的哦，在我们乡下我们没有公墓的。我们那里也是公墓。公墓就是火化了的是吗？对对。哦，我们那边大家还不太能接受火化。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就鞠躬的。嗯，像我们如果去祭拜祖先的话，我们是要下跪磕头的。你们那边呢？你没祭拜过？啊，不用下跪。哦，不用下跪。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可能比较传统一点。没什么好看的啦。长春市，吉林长春。嗯，你去过吗？我没去过长春，我还没去过东北。我也没去过，不过我是东北人。你爷爷是东北的。嗯，别的，有些事情，你得明白。你们很早就去西方国家了，因为你把生命看成是个体的，这正是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问题。东方人是把生命看作是集体的，家庭、社会。那说的很有道理哦。你想告诉奶奶实情。是因为怕担责任，因为这个责任太大了。如果你告诉了他，你就没有负担了。我们之所以不告诉奶奶的事情，就是为了分担他的思想压力。他说的很有道理，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的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可能不管你真的有没有病，他可能自己就承担不了那个压力了。他说的那个中国人什么，就比较。信奉集体，西方比较信奉个人，这是东西方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但是会渗透我们渗透到我们生活，就是各个方方面面的。对，我觉得，嗯，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男生有没有听过，但是作为女生很经常会听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人，你不是跟那一个人结婚，你是跟
他的家庭结婚是嫁给那个家庭，所以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在西方文化可能是不会听到这样子的话的，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你的一生可能就不是哎，我自己要高兴，我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怎么样，我们一直都是我的家庭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西方的父母，他们把小孩养到18岁，然后小孩搬出去住，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是过自己的生活的，但是很少有中国的父母是这样的。你从小把你的小孩养大，然后你要给你的小孩买房，可能攒钱买房，然后给他还房贷，然后等你的小孩有了小孩之后，你要给他带孩子，然后就一辈子都操心他的生活。像在有些地方哦，你生了儿子，你还要给他准备彩礼，就是在中国很多地方娶媳妇儿是要准备彩礼的，就是一笔钱给你娶媳妇儿。在有些地方没有这种习俗，但是在很多地方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是生的是一个儿子，你家庭的负担可能要更重。我总觉得他们一生好像就总是处于一个奉献的过程，很少有一个自己去享受这个人生的过程。但是这不仅仅是对父母来说的，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对小孩来说，你从小就被赋予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从小到大你的父母为你付出了多少，你长大以后要去偿还这些东西，就总觉得我的人生是欠着的。我小时候啊好好读书，让我的父母自豪骄傲，然后长大以后我要去赡养我的父母，要做也是做别的事情让他们开心骄傲。就是我们和家庭之间有个很强的连结性，我觉得这是在西方文化里可能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是他这里说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没有那种作为个体的感觉，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感觉。And you're 30 years old. You just stop your life and stay here. 又没多久，干嘛不让他留啊？ I wanted to believe that it was a good thing. But all I saw was fear in your eyes. And I was confused and scared constantly because you never told me what was going on. And then Yeah Yeah died.You didn't even tell me he was sick. So it felt like he just vanished suddenly. And you wouldn't even let me go to his funeral. You were at school. We didn't want you to miss. 太过分了吧，葬礼不让他去。啊，婚礼这天了。嗯。新娘子就穿这个结婚啊。中午吃的喝的喜酒，东北这边。结婚就是中午喝喜酒的，我们那边是晚上喝的。哦，你们晚上的？对啊，我们那边也是中午喝喜酒的。因为晚上你喝完喜酒，你可以大家一起去玩。但不是啊，你早上出去迎亲接新娘，然后中午就是结婚的喜酒啊。那你们不出门接新娘子的吗？我们那边没有说一定要早上接的。那大中午去接啊？对，也可以。这样子。晚上喜酒，然后去卡拉 OK。哦，我们那边不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他奶奶多开心啊。嗯。他们大中午也可以卡拉 OK。你知道这首歌吗？啊、哦，我不知道什么歌。叫《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这首歌原来是个民谣歌曲，后来有个叫做 Rebecca Fred 的一个歌手翻唱嘛。嗯。然后之后就很火，很多人翻唱。然后他这个版本是就九。好像是96年有个叫 Fugees 的 hip hop 组合唱的，但这也不是 hip hop， 是 hip hop。Laura Hill 这是 hip hop 吗？对啊 ，Laura Hill 里面有女歌手叫 Laura Hill 唱的。哦。很多中国歌手也翻唱过。嗯。邓丽君唱过这首歌。唱中文版的吧？不是英文版的。哦，英文版的。哦。提调。不是，他取检查报告回来给他看到了，他就知道了。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改变想法了。他现在想要去阻止奶奶看到那个检查报告。嗯，他之前一开始是想要告诉他，然后中间有点犹豫，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奶奶知道了。这个镜头好漂亮，有一种他们的家人为了保护奶奶然后义无反顾地往前冲的感觉。生活中啊，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一定要想得开，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儿。
因为生活呀，不光是你去做什么，更是你如何去做。一个人的精神支柱非常重要。其实这一句话就表明了奶奶的态度。嗯，她说精神支柱非常重要。还好他妹妹一直陪着他哦。嗯。哈！哈！哈！吼！哈！这导演的奶奶啊。嗯。哦，他还在呢。嗯。那很好。哎，现在这个演员的造型跟他奶奶好像哦。哦，和他奶奶的妹妹很像。哦，对。哦，因为我刚刚有在纠结，我想既然他只有三个月，为什么不就让他在那陪三个月？嗯，原来因为医生说三个月不一定只有三个月嘛。你看他确诊之后活了六年，嗯，他不能在那一辈子陪着他嘛，嗯，他的生活要继续往前走。嗯，哦，我刚刚有一点疑惑，我现在明白了。我还蛮喜欢这个结尾的。嗯，就是他虽然离开了奶奶回到纽约，然后最后他做那个哈的动作是奶奶教他的嘛，就虽然他回来了，但是我觉得回到美国的这个 Billy 跟之前的 Billy 是不一样的，嗯，就是他现在是带着奶奶的那份爱回来的。我觉得之前你看他有一段他在那个地上找东西讲的那一段，嗯，其实之前的他是一直对爷爷的走耿耿于怀的，嗯，他觉得家人没有告诉他，自己在爷爷走的时候也没有看他最后一面什么的，嗯，是心里有一个心结的。我觉得经过这一段去中国的旅途之后，他是变得更完整了，把他的心结解开了，然后之后他肯定也会过得更好。嗯，哎，我还很喜欢这个电影的一点就是他不是去阻止奶奶看到那个报告吗，嗯，就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已经改变了嘛，嗯，但是他的电影里面这种改变呢没有用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转折哦，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之前的都是不对的，我现在要这样想，没有一个这么 dramatic 这样的转折，反而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对对对，这个情感慢慢的 build up， 他之前绝对要告诉奶奶，然后慢慢的也是被家里的这种爱，然后被奶奶真正这段时间是很开心的，嗯，所以被改变了，嗯，我觉得这种慢慢的过程也是一种，一个是我觉得它很自然，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我们东方式的表达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拍得很好，嗯，然后我觉得林家珍 Awkwafina 她真的演得特别好，她应该是凭这个电影拿下了，金球奖的影后，嗯，对，成为第一位亚裔影后，我觉得她真的是值得的。我之前不知道，我之前没有看过她主演的电影，只在微博看过，我看过上汽，但是她在里面就是一个配角，然后是搞笑的嘛，嗯，并不是能体现出特别多的演技吧，嗯，但是在这里真的是演技特别特别好。你知道我发现这个电影里面有特别多的他单人的镜头，嗯，单人的近景哦，嗯，然后是那种没有对话然后也没有对手戏的近景，就拍他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些变化。他去之前在那个纽约地铁站的时候有一段是他心里很难受的，然后最后的时候也有一段，我觉得他演出来了那种内心深处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影后她真的是 she deserves it， 嗯，演得特别好，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之前不太了解她，但我看过她第一个出名的那个 MV。对对啊，你不是每天偷偷晚上在被窝里看？哎呦，我现在还真的蛮喜欢她的，挺棒的。哎，嗯，你知道我看完这个电影，让我想起另外一部电影，嗯。另外一部大烂片，但是题材很相似，讲的也是一个美国华裔，然后他家人在中国，然后他回到中国，那个电影名字就叫 Go Back to China。 嗯，他主演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位 YouTuber， 他是 YouTuber 但他也是歌手演员，但我是因为他的 YouTube 频道才关注他的，然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演员，然后我看到那个电影，看完之后我就取关他了。那电影太烂了， Go Back to China 一个大烂片，看得我好生气啊，那个电影。而且他那个电影是同样是说回到中国，第一那个剧情
演表演各方面剧本都很烂就不说了，不真实你知道吗？他没有明确的说他那个背景是哪一年，但是肯定是一几年之后嘛，因为他里面有说有在用微信了，就互相加微信，一几年之后，然后他说从美国回到深圳，然后他拍的深圳特别的落后，光拍深圳的那些最落后的地方，那些高楼大厦他都不拍，然后又说深圳啊，设计好烂啊。They're cooped up in here in the middle of China every day. I mean, no wonder nothing they design is on trend. They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trend is. How are they supposed to come up with fresh and innovative designs this way? 中餐好难吃啊，吃完汉堡之后，I'm so tired of Chinese food. 真是无语。这两个电影好像都是2019年上的。我不记得，反正就大概是，我不记得是哪个先出的。差不多的时间。但是看那个，我真的。太无语了哦！然后他们不是说不是拍的深圳多么多么的落后吗？但是 ，I have no idea how you guys do this all day。其实没什么，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真是什么东西呀、啊？你看这部电影，人家你回到吉林长春，那就是你是什么背景，你就应该说什么话嘛。他们不会说的，人家说日语，那你在中国的你就应该说中文。然后 Billy 这个演员 Aquafina。我觉得他的中文还不错啦，就是很蛮符合他这个角色的要求的，他肯定是特意去学的。Okay, so that's it for today's video. So overall, I absolutely loved this movie and Aquafina was just amazing in it. If you guys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below.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